嬴政要是说吃不着了，就感觉心里有点不得劲儿了，你能明白吗？因为他从来没有这种过，就是走上人生巅峰的都那个路，你知道吗？操，这最近这边消费有点高，感觉面，因为他妈的物价涨了，操他爹，卢布涨了，那么他东西也涨了，之前卢布低，你涨点就那么低了，你现在他妈的，哎，算了，操他妈，算了。你东西你说咱说你现在那卢布涨了，你他妈的物价应该低一点，操，不但他妈的低，他妈还往上涨呢，他更逗啊，他说我跟我家里那个朋友到时候不他要说我，我就是我朋友各个方面差，你说人唠那嗑他妈挺好，该说不说小孩，但是我这边对，那就咱不能说是太那嘛，那我正常这边我这就正常唠呗，聊一聊说，哎，你那边今天这个明天那个，有的时候哎可能是再给他兜里再弄一点啊，完了有时候怎么怎么着，哎，一瞅操你妈嘞，国内还是国内好啊，还是国内行啊，我操嘞，怎么怎么着，就是慢慢，但是我的意思说咱不能让他一下子就是那种薄那个那什么着。没事儿，你再弄多碗那，你说外面那个就是买那个呗。我几年了，我待几年，好哥们儿，才待了几年来这边，才待了几年。你说外面那种的呗，三朵呗，买就买三朵呗，不能买一个月单，就买仨就行，三个五个，明白吧？就是说，万娘，哎，南北，哎，怎么怎么着，你就仨就三个五个。你看五个才几百卢布吧，好像是三个五个才几百卢布，六七百，哎，那多钱来的，五个好像六七百卢布才，五个才六七百卢布那不咱不能送人双的呀，双份的呀，对吧，两个四个的双的呀，你说是不是，没事儿，偶尔没事儿的时候啊，赶上了呀，逢年过节呀，或怎么着啊，或者没事的时候，哎，弄几朵花呀，哎呦我操，整点小浪漫呗，叮当，弄点小浪漫，是不是？你这风扇的无畏。哦，是不落你叫姑娘好料吗？